754天。 这个阿黛是放大招了，顾总，马上就锁票了，你想好选谁了吗？ 秀之选，三十周的周冠军是阿黛。我会一如既往，用歌声陪伴大家。 可是之前的合同里，并没有这一项。合同的解释权归甲方所有。为什么杀了我？晚安，祝你好梦。 我说过，加了微信之后，他的每一个步骤都在我的预测之内，所以我的预测没有 bug。顾总，搞了半天，你就是为了向我证明你的逻辑推论没错？是的。 昨晚不还是挺赶的吗？昨晚是昨晚，现在是现在。昨天你就是万人迷主播阿黛姐姐，今天就是小怂包好亮了，不都是你吗？有什么区别？好，你说我听听。那万一人家要是知道阿黛姐姐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大四学生，那肯定就不喜欢我了。你这是病，得治啊。 你赶紧给我起来了！谢谢。我和蛋蛋从小是青梅竹马，原本我以为我们俩最后能走到一块儿，可是我们双方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定下婚约了，所以我们一毕业就要结婚。 不怪你，你要怪，只能怪我没有早点遇见你。西西，没关系的，你以后一定能遇到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。如果。
你们以后再不来找我，求你们幸福。太缺德了。哎，他还没走远呢。以后这种事别找我。行，那为了感谢你，换我来关心你。上次那工作面得怎么样？拿到 offer 了，不过我拒了。拿到 offer 你都拒？你疯了？中文系有个同学在那家早教培训中心实习，我找他打听了，说每天要加班到晚上九点。九点？哦，那不行，会影响你晚上直播。哎，可是你老找不到工作，你家太湖那边怎么办？我想过了，如果白天的工作不想影响晚上的直播，那么办法只有一个。看，我加入了 K11白领招聘群。然后呢？我准备啊，广撒网，多点鱼。哎，要我说，长痛不如短痛，你还是赶紧跟你妈坦白吧。上次我打电话跟我妈说，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在做主播。我妈说，堂堂女大学生居然在夜总会工作，道德沦丧，不知廉耻。不愧是当了30年教导主任啊！我妈要知道我说那个女学生就是我，非把我给打死。不过我也算拿到奇秀大典的入场券。如果奇秀大典能够在明珠卫视直播，那我也算是上过电视的人了。我妈就不会觉得我不务正业了。你好，您奶茶好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好凉啊，忘记说不要冰块了。扫楼开始。Shanghai. I'm graduated fro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. Thank you very much. 下一位，郝亮。对不起。想去试试，就在奇秀对面，而且可以天天见到那个人。不行不行，他不认出我吧？我还是不能轻易冒这个险。双重身份的事儿，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。下呀！啊，对不起啊！待会儿直播准备好了，都差不多了。哎，你们有直播啊？对啊，来得挺早啊，早点过来准备一下。怎么才来啊？不是，愣着干嘛？里面，这来。过来啊！快点，快点！他在左边办公室。哎，元儿，哎，哎，啊，谢谢哥，飞总，走。哎哎，文件。顾总，外卖到了。哎。出我的，这下惨了。我们招的是研发部员工，在相同单位时间、相同年龄段、相同学历的前提下，男性的工作效率比女性高7%。歧视？你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。但是在其他部门，比如行政、市场人事等部门，在相同的单位时间、相同年龄段、相同学历的前提下，女性的工作效率比男性高10%。
不过很抱歉，九千的上述部门暂无招人计划。这种数据我也给别人。这是华氏集团委托麦肯锡针对旗下上万名员工做的调查得出的结论。如果你们谁对这个结论有异议，把报告发给他。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呦，没事，小姐姐。好。他叫什么呀？糯米。嗨，糯米，把天窗打开。大点声，孩子哭声盖过你了。嗨，糯米，在呢。把天窗打开。开天窗。哎，给我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爸爸，姐姐把你接出去好不好？姐姐带你走好不好啊？走。我会把他安全带出去的。各位稍安勿躁啊，人一进去。跟姐姐说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坏人，你是坏人。小姨，小姨，请老板吃饭，应该吃点什么好？上硬菜。一定要好好表现，扭转老板对你的印象。怂亮。太油了。太干了。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啊，我们再看看别的吧。先回去工作吧。烤乳猪太油腻，西餐呢太麻烦。港式简餐又卖完了，怎么办呀？完了，忘了跟你说顾总最爱吃什么了。一杯甜心草莓奶昔。顾总最喜欢那家甜心草莓奶昔，还有隔壁那家限量发售的舒芙蕾。不好意思，只剩一杯了。那给他吧。几分糖呢？不对啊，我点的是全糖，这是三分糖。是十分炸天的，好的，稍等。来，38号炸甜甜心奶昔好了。哎，你喝吧。你点的，你喝吧。顾总，我知道你不喜欢甜心奶昔，不喜欢草莓，也不喜欢全糖，但只有这个，你将就一下。谢谢。哎，美女，西瓜。啊，谢谢啊。今天，很抱歉。啊？是辣的事。本来就是你的接风宴，当然以你为主。再说，即使要道歉，也不是你道歉。他们还有做过其他欺负你的事吗？没有。据我分析啊，我觉得这个男孩不适合迂回战术，就应该简单粗暴，直接推倒。事吗？今晚8点，我要在极秀直播间见到你。
否则扣款三分。818，嗯，你见过老韩了？谁啊？啊，我替他的行为跟你道歉，这一切都是他的恶作剧。你的意思是直播间后台的？嗯，对，从头到尾全都是他。他以我的名字注册账号跟你私联，又以我的名义送你礼物，假装我约你出来。如果不是那天你刚好把房号塞给我，如果不是刚好没有垃圾桶，我只能带回办公室扔掉。如果不是刚好我朋友看到，那这一切的误会都不会产生了。撇开他不谈，那你呢？我？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好感？我是九千科技的数据采集员，正在收集微表情信息，您可以协助我的工作吗？好。好的。因为你当天拍摄的照片需要当天回传到系统库里面，有可能你会发现一天拍了上千张照片，但是传回到系统库里面发现都有，所以这份工作不仅要考验你的体力，更需要你对表情的判断力。我会努力的。周后研发部全体散会，速回公司。这么突然？怎么了？啊，是。为什么总要为自己没有做错的事情道歉？谢谢。地址？啊，不，不用了，我回小姨家，很近的，我坐公交车就行了。上车吧。行人可以走吗？红灯停，绿灯行，这是规则。那刚进公司的时候，小姐骗你说我选吃辣的，为什么没有揭穿他？他有没有恶意？是非对错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是做不到，而你是少数人。这是在夸我吗？小姨，哎，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我饿了，拿筷。
筷子去。好不好吃、啊？嗯，好烫。心情好了、啊？生活给我压力，我还生活几句。那位先生又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他跟我说了好多我的优点，很多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哎呦，现在不生他气了？之前那些都是误会，也不能全怪他。总之，顾九里和阿黛的事儿翻篇了。那么，请问顾九里和郝亮的事情什么时候开篇呢？你说什么呢？别走啊，再聊两句。课都结束了，你才来干什么？还有，你的书呢？我让你带的书呢？我刚跟霹雳女好说歹说，她才肯多留十分钟，结果呢？都几点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有屁用啊！反正不及格是你，毕不了业也是你，跟我没关系。喂，我跟你，喂，阿黛联系不上。哦，他在我这儿。什么？我。boss 引入萌萌，想要跟你 PK， 获胜了才能参加奇兽大典。哪个萌萌奖？还有哪一个？逗猫一姐，粉丝数350万，刚牛总本人拉过来，都已经签合同了。比，我们必须比。我粉丝才十几万。那你想认怂啊？本来就该结束了。对于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，我根本就不该妄想。像我这种又怂又笨的人，凭什么要去争取奖？对不起，朱毅，今天给你添麻烦了，我先走了。要不要送你啊？老顾，我宣布一个大秘密哦，你求我。想我求你很久了，我就不求，憋死。你这就没劲了吧？什么态度啊？还不说、啊？我下一任女朋友出现喽。里面请。请问你是九里？阿黛姐姐，不好意思来晚了。其实等漂亮的小姐姐是我的荣幸。